如果您接受不了，我可以从此离开欧家。这里是你想离开就离开的地方吗？欧月，既然这样，那就用男人的方式来赢得你的权利。你能先刺伤我，我就尊重你的想法。那一刻，怎么也没想到我的亲生父亲会对我下狠手。你输了，真卑鄙。 以后都按照我的安排来过你的人生，避免你成为一个废物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决定正式逃离欧家，逃离他。这里疼吗？早就不疼了。不想这些了。快看那边，太阳落山了。我们去海里追太阳吧。 我们要奔向阳光，忘记烦恼。你这个家伙怎么情绪忽然高涨了？这么好的景色，当然要好好享受。还是第一次看见海边的黄昏。这样一想，自从进入组织，几乎都是夜晚行动，也几乎没有来海边的机会和条件。机械大脑也要轻松轻松。你现在像一只奔跑的笨鹅，但我比你跑得快。让着你而已。我先进来了，你快来。 我拉着你，我们就在浅海处走走。我怎么可能害怕水？可笑，还睡好凉，身体完全没有进水后的酥麻感觉，只是能感知到海水的清凉。没想到这次换上的新款人造皮肤还不错。哼，来到我这里，保护我！我可是顶级杀手。喂，我是想帮你。那你不需要。这个幼稚的家伙，看我的反击！小心。 你没事吧？眼睛好像进东西了。你别动，没事了吧？有事。这样的你，让我更难受了。痒。就在这里深度治疗你的病症，怎么样？可我们可是在室外。没关系。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。收到。恐惧在这甜蜜中渐渐消散，我永远也猜不透这个男人下一秒到底要做什么。 越来越肆意。啊，怎么还没找到欧月在哪儿？您稍等一下，要收集完所有海岛客人的记录，需要点时间。再过一天，他们都旅行回来了，二十分钟内立马给我找到。哎呀，我今晚就要见到他！哎呀，我就要见到他！我要去海岛。按照惯例，为您准备好的美男们已经在房间内安置妥当。嗯，今晚不需要他们。收到。 为什么给你准备美男？你说呢？啊，我不知道。吃醋了。啊，我只是发现自己一点都不了解你。你还和谁同时保持着这样的关系？你之前是有过多少？问题这么多，现在只有你一个。啊，西哥，您怎么最近都不见我呢？嗯啊，人家好想你啊。现在不需要你，让开。来嘛。 怎么感觉替西他并不像我一直以为的那样？我让你离开，我走就是了，怎么这么凶啊？您对这位过了新鲜劲儿后，我就不信你不找我。我比他知道怎么能让你开心。走，带你去我给你准备的星空房看看。我不去了。这个男人又对月月做什么？他是不是给月月下药了？保守的月月竟然穿那么少。 我一定要叫他出来。